有人問話，剛才啊劉志傑生話樓市啊瘋狂，阿博士咧就話啲鋪位已經賣咗，係咪香港樓市見頂，將會下跌？佢下調都冇咩水位喎、啊，咁嘅人家冇水位，我不如拎啲錢走去 Burma 泰國買啲靚套嗰個啦，係咪啊？而家最著數去美國買樓喎、啊，如果收租保值，跌得咁多，即係我哋嘅投資咧就係比較靈活嘅，即係唔係話佢出事，因為我哋覺得佢升嘅力咧就難啊，即係譬如你種棵樹去到咁高咧，佢唔會再增長噶嘛。可不如我再將嗰個資源擺一棵啱啱種嘅樹仔嗰度咯，佢再繼續會增長啊嘛。即係理論咧就係咁樣，轉移咗嗰個投資嘅資源。因為佢社會啊宇宙咧有個限制嘅，每一樣嘢都棵樹去到幾高就幾高噶啦，佢唔可以再高噶。唔一定話佢要下調，但佢已經冇咗個賺大錢嘅機會啦。大家香港有錢買啲農地擺喺度都著數嘅，你喺新界有啲農地啊平嘅擺到著數，因為佢地方一定唔夠房子，中你都要要將啲土地改用途啊，要徵要收地噶嘛，得閒咪得咯啲農地。